大家好，我是老五。今天这期视频呢，正好赶到我们家猫还在吃饭点。今天老五就给粉丝们拍一期老五和慧慧我们两个给我们家猫还在吃饭的视频。猫猫很开心哈，那笑的。猫猫，今天的饭你不吃了吧，好不好？你不吃了吧，乖乖。还有香香。好了，等着啊，还没那么快啊，正在给你们准备东西。牛牛开始排队了，还有萌萌。来，大黄、月月、小黑、香香、小白。大黄很淡定哦，这顿饭不准备吃了是吧？大黄，他吃不吃？哎，黑罗，往上看，还有 QQ， 小乖乖。这两个又玩呢，你看特别可爱哈。哎，打滚呢。真好，玩吧玩吧。这只是我们家哈利，这只哈利呢，那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它为什么上镜这么少呢？因为它上个月不是做绝育了吗？就是说之前呢很容易出现那个尴尬的视频哈，老五就没有怎么让他上镜。最后老五就问医生啊，老五说不是做完绝育了吗？医生说，他说没那么快，他说这样狗狗做完绝育不是说马上就有改变，一般是2-3个月。所以说医生这么一说呢，老五就想起了我们家那一只小黑，就那一只黑泰迪也是一样。老五也问过，只不过老五忘记了。老五说做过绝育了，怎么还有那个啥哈？最后医生说你等一下吧，等2个月吧。哎，到最后老五等差不多有2个多月哈，老五发现他真的有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家的这哈利呢，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哈，他可能时间短。臭小子啊，乖一点啊，就多多上镜啊。毛毛也很淡定，毛毛你不吃了啊，嘿嘿，管家就免了啊。拉姆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合群了，比之前好了很多。今天老五来试一下，看他敢不敢吃，如果不敢吃的话，老五还单独喂。好了好了，会议开始了，等着吧啊，你看这猫哈。等一下等一下啊，谁旺旺啊，乖一点啊，旺旺啊，旺旺要乖啊，旺旺啊，我有点担心你哦，嘿嘿。你看小乖乖在这等着呢哈，要乖啊，旺旺啊。好了，玩吧啊，玩吧，大宝玩吧啊，大宝啊。这月月你看比较文静哈，包包，嘿嘿，你看那萌萌等不及了，香香，小香香，如意，对，这是我们家如意。娇娇，我在看娇娇干啥呢？看狗粮呢，他在关注狗粮。娇娇说关注一下狗粮，看一下今天怎么分配，是不是娇娇？怎么分配？每一只狗狗都有。你看牛牛那个脸哈，直直盯着慧慧啊，看狗粮，经过也在看狗粮。丁丁耐心等待啊，这猫孩呢就像小孩一样哈，恨不得一下子就是说赶快吃到嘴里面。哦哦哦，小花，哦汪汪，哦汪汪，乖，他玩呢啊！你看这毛毛，你们管家多好，都跟管家学习。这罐头呢，老五还是给粉丝们说一下啊，大家不担心，这纯肉的。你看老五进去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都是肉，所以说毛孩们也喜欢吃。你看都是肉哈，多多也在等待。哎，这直接跑到桌子下面去了。
等一下啊，飞利啊，很快的啊。你看那个瑞、康刚、乐乐，等一下，萌萌啊，等一下，这很快啊，很快就给你们办好了。你看这一只肉肉哈，还有那一只小奶狗，肉肉，咦，肉肉咋跑这么快？肉肉，这一只呢是我们家茉莉，这就是一只眼睛的一只猫孩。哎呀，这只猫孩真的特别可怜，它肯定是用了一只眼睛吧，它也不怎么活动哈，活动量很小。茉莉很可怜，你看肉肉。肉肉真活泼，肉肉，你看你看跑来跑去哈，好开心哦。妞妞说等了很久了，要多久开饭呢？马上开饭啊，妞妞，这个有一点等不住了，你看那个脸哈。这三只柴犬呢，老吴要单独喂，快吃，快不要看了，这只跑掉了。你看这只有点粘人哦，粘的老五，你快吃啊！这只是我们家茉莉，茉莉多吃一点啊。这只是我们家雪儿，飞利加油啊，飞利啊，快点不要转圈了啊，你看有的猫还吃得好，嘿嘿，真好看，快点不要转圈，这一只肉肉呢，大家不用担心啊，等一下老五会看情况，加上香香小葡萄，还有二宝蛋蛋可乐，加油飞利，你让老五单独看着这只小肉肉哈，肉肉吃吧，肉肉，今天老五来锻炼他一下，因为他终究有一天他要和这些猫还在一起吃东西哈，老五来锻炼他一下，都不要欺负肉肉啊，肉肉吃吧，肉肉啊，吃吧，哦还可以哦，毛毛加油啊，毛毛啊，你看你看他胃口好啊，加油的快吃，不要转圈了啊，胖胖快吃，胖胖快点，不要转圈了，妞妞，这妞妞有点调皮哦，不好好吃东西，她一直都这样，快点，哈利加油，哈利，这只呢是我们家拉姆，刚才在外面呢，老五说锻炼它一下，但是它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是不吃，没有办法，我们先单独喂吧。拉姆，你要锻炼呢，你要在外面吃。这猫哈呢也没办法，它也不吃，只有老五单独喂才可以。这是我们家露西。说起露西呢，老五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有人说为什么给那个，就是说这猫哈弄这么多狗粮呢？其实也不是的，我们要根据品种。这种牛啊，它们是天生的，就是饭量就大，所以说该吃饱就吃饱。啊，今天老五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些狗粮这些猫哈特别喜欢吃，都吃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好。
有了都开始休息喽。好了，你们就这么多事情啊，每天就吃喝玩乐，吃完就休息，菲力也休息了，你们都吃饱了啊，该休息的休息，该睡觉睡觉。下面小乐乐各找各的小伙伴。好了，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呢天气慢慢的热了，在猫孩子有时候呢他们也有点困，我们就不打扰他了，让猫孩子休息休息吧啊。管家借这个机会也可以休息啊，都吃饱喝足了啊，你不用操心了。毛毛说现在我的压力好大呀，越照顾越多，是不是啊毛毛？嘿嘿嘿嘿。